我们当地火车的歌迷本来只有五位，那现在已经增加到七位了。那么多年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七位，所以希望大家赶快报名，让这个动力七人部队变成八人部队或者是九人部队啊！你不要乱讲、啊，不是，但是先不是他们这个每一场演唱，那我们表演了，他们都会来，那这个非常谢谢他们。然后这边看的时候有人过生日，哦，对。你是真的生日吗？还是你每次来都是写这个？刚刚已经有人祝你生日快乐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那我们祝你生日快乐。那英文名字怎么念 ？Jenny 啊 ，Jenny。对 ，OK。Jenny 好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就这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刚看到一个海报，所以那边有两位，所以一共变成九个人。哎、欸，现在是动力九人部队，是进步了。好，希望我们这个越来越多人。接下来演唱这首歌呢，这个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很多这个跟我们一样年轻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这首歌曲。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。天气冷哈、哦，这个容易卡痰哦。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，就是《还珠格格》的片尾曲。哦、好像我们动力火车红的歌就这一首了，应该是。对，你看大家这个一讲，大家就刚刚都没有什么掌声，没有尖叫声，只有这一首有。哦、好了，有谁会唱？我都还没有说是什么歌啊、哦，一个字哈、哦，那我们一起合唱这首《当》。